日前，有网友曝光了一组乐嘉与女拳手李贺在各种场合暧昧拥吻照，台上台下都十分亲密。据悉，几乎该女拳手每一场演说，乐嘉情绪都十分激动，而且李贺每场演说完后，乐嘉都会冲上台与她拥吻。不仅如此，乐嘉也多次在节目中表达对该女选手的各种喜爱。她说，如果你愿意相信我，我会陪伴你走到最后，我希望你接下来的生活更加快乐。据知，两人私底下也十分亲密。早前在与选手到大理进行一周户外培训时，乐嘉就曾深夜与李贺单聊近3个小时，两人在洱海边的拥吻照也首度被曝光。另外，两人的微博也有不少暧昧互动。李贺近日在微博上大方向乐嘉表达爱慕之情，称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深深的洱海，那棵静静矗立在洱海边的古树，感谢你乐嘉，若不曾遇到我又将如何？乐嘉则及时转发回复，引起网友极大关注。